史上最高威力彩头奖呢，今天是上看16亿，投注站涌现了排队的民众。立刻连线给记者林欣杰为大家报道。好，主播各位观众，威力彩头奖上看16亿，可以看到一大早大家是穿着雨衣，戴着安全帽，都还没拿下来就已经来到了彩券行。这个大排长龙满延了将近30公尺，不少民众呢就是看准桃园这间曾经开出23.6亿的头彩，最希望来这里呢也能够拼个好运气。我们来听一下稍早访问。爱半点钟哦，差不多还好。运气多丢。我们这一天应该有1000多人，1000多人来买，对不对？有超过，有时候最多2000多人。一天1-2000人真的不夸张，可以看到一大早才就他门口的汽车啊、机车啊，这就已经并排停放，整个马路几乎快要被塞爆了，甚至还有警察来指挥交通秩序，就是希望想要买彩券的民众们呢能够遵守交通规则，不要乱停车。不过头彩上看16亿真的是让许多人心痒痒，今天呢不少民众还有在预估说下午买气可能还会更旺。以上现场最新情形，我们还给棚内。好，谢谢欣杰连线报道。今天是上冲呢16亿哦，你希望大家都有机会中大奖吗？